我拄仔落去提箱哦，那个红包哦，先莫提。等代志解决了后，咱哦讲见一个好日子，还佫过一间，阮佫食一间去。 我摕菜头粿来啦，淀粉。帕金牛，阮今日食汉堡排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汉堡排饭？因为夏威夷是东方甲西方交界所在，东方的米饭加上西方的汉堡肉。 餐桌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好滋味，而且再淋上蘑菇酱，加一个荷包蛋，嗯，加几脆，让你活力充沛一整天。吃饱以后，后壁还有这些好生的行程在等你哦。伊伫夏威夷做导游啦，专营跳岛服务。请问你的人是要全熟还是半生熟？请求我家己的交情。 你是欠上不多一寸，欠不多一寸，哈？到底是欠上，得不多一寸？阿罗，迄狗司令讲伊无错，就通我大啊小小小，就让伊大落来。谁司令大的？ 阮房间，三人骨头哎！我困大没房啊！三人骨头哎！无啦！我都困碰伊啊啦！少年做代志，我来开始。我就想起个啊，不过小雨讲好，迄个三不一没有政策，不哭不吵不闹，没有负面情绪。不能不能，三不一没有。啊，你过不能个坚持。理性面对和平收场。受节文明一人。 问题是，文明人常常面临是病的问题。我不是有妇之夫。我爱人是你呢。哎，你不是讲没有负面情绪啊？我无啊，没有。